老师啊，讲了一大堆废话，你不要放我们哦，肚子饿了要死了，饿好了，你不要放。哎，你要喝什么水？我可以跟你 share 嘛。你就还领男子，你都冰着哦。如果你，我不要 ，thank you。OK。去跟安迪拿多一只 straw 啊！安迪，给我 straw 一只。那。吃什么东西？我绑牙，我只可以吃馍。我没有绑牙，我可以吃老米。我要 upload Instagram。老米来了。安迪，你不是卖水的吗？不是啦，刚才那个是我妹妹。哦。姐妹都这样恶心的，安哥，我要粥一碗。OK， 马上来。OK。好吃吗？小姐，来。5块钱。哎，怎么有一条头发的？什么头发？你看清楚一点，这个长头发哪根是我的？哎呦，讲多多，请来啊！哦。